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圆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女生必备的神器 Abra 无尺码抗菌无痕内裤，有需要的小仙女请自行在简介点击某宝链接。10月5日，有媒体曝光了毛阿敏现身观看我和我的父辈的视频。58岁的毛阿敏身形又消瘦了许多，素颜看电影十分接地气，她的脸颊明显凹陷，瘦到差点认不出，还和在场观众分享了自己的观影感受。毛阿敏自曝在观看前两个单元故事时，被吴京和章子怡两位导演的片段所打动，她完全融入到情境中，情深时哭到难以自拔，丝毫不在意旁边人的眼光，一直在抹着眼泪。到了后两个单元故事时，徐峥和沈腾两位导演的喜剧天赋实在是太有魅力，惹得毛阿敏爆笑不止。他还调侃自己在影院里笑得最大声，是最咋呼的人，在场观众和台上演员都发出了会心的笑声。前段时间，毛阿敏和演员巫君梅以及巫君梅的妈妈一起聚会，当时的她看上去就已经非常瘦弱，她穿着黑色长裙搭配宝蓝色罩衫，整个人超有气质，身形高挑纤瘦，一点也不像是快要60岁的人。与朋友在一起的她非常放松，搂着巫君梅超级亲密，笑得也很开心。近年来，毛阿敏已经减少了很多演艺活动，每年只会参加一些重要晚会，此次罕见露面也是为了帮朋友站台，希望能让更多观众注意到我和我的父辈这部好看的电影。他还在发言时感谢了章子怡等4位导演，谢谢他们拍出这样动人的作品，希望毛阿敏多多保重身体，今后继续为观众带来动听的歌声，用音乐继续陪伴大家的成长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联系删除，点赞了吗？关注了吗？谢谢。